大家好，我们是2103赛队。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是食品安全公民行动方案的结案报告。随着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的意识提高，资讯的流动变快，你是否曾经想过自己与吃下肚的食物有什么关系呢？ We are what we eat 不再仅仅是口号，许多的疾病、生长变化都与我们吃下肚的食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次结案报告将分为四大部分做说明。首先，问题发掘与动机，我们依照目前食安问题痛点进一步剖析并厘清行动方案规划的动机。第二，施作实力与启发，透过站在巨人肩膀上找出可行方案，进而放入本案行动中。第三，行动架构与优劣，制定行动方案并客观分析其优缺点，找出最适方案。最后，行动内容与结论，分享实际行动方案内容与回馈，并且有活动中收获中制定短中长期的规划。问题发掘部分，我们由三个端点去分析：学生、学校及民间。学生端，我们已经3000份问卷分析中小学生对于食品安全认知的不足处。学校端，我们前往龙门国中访问卫生组李老师，了解目前教育现况对于食品安全教育的态度及当今面对的问题。民间端，我们则拜访了实力杂志，与总编辑的访谈中厘清专业人士对于现今社会大众食品安全知识的认知状况。透过校园食品安全的三端资料收集之后，我们可以发觉现今社会食欲成效不彰，学生食安认知与重视程度不足，这样的结果使得我们在生活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大大的提升。当我们了解到现今食品安全认知不足，回头看到现今的政策与法案，政府目前所制定的规范流程都只是为了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而我们知道这样的行动只是治标不治本。若未来要提升并普及大众的认知，我们应该要增加自身的食安知识，以及教导如何自主的选择安全健康的食物才是最重要的。由上述所论，我们希望可以由教育这方面着手。好的，接下来由我来向各位报告研究各项可行政策。在国内的食欲活动施作案例中，有桃园市市政府卫生局所举办的食经体验教育营，第二个呢是高雄市六龟重新国小食农教育补助计划，第三个是嘉义县阿里山来吉国小的食农教育推广计划。另外，在专法的部分，是由立法委员黄国书等24人所拟具的学校营养午餐法草案，其立法的目的在于培养国民中小学学生具备正确饮食观念及尊重食物之教育目的，并充实及普行现行学校供给午餐的制度。但目前学校营养午餐法是现有国内未三读通过关于中小学营养午餐的法规草案。立法部分由于非本团队所能立即起身公民行动的范畴，因此我们参考了上述三个营队的部分去做相关研拟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桃园市市政府卫生局所举办的食经体验教育营。桃园市市政府卫生局于每年寒暑假都会为桃园市国小学童量身规划食经体验教育营，借由互动、分组竞赛以及观光工厂参访等方式，让学生了解食品生产制造与加工流程，更有多样化的食品 DIY 体验，让学童能亲手制作食品，同时学习到更多的卫生食安知识。第二个案例呢，是高雄市六龟龙兴国小的食农教育补助计划。龙兴国小与当地的政府合作，借由一系列的课程规划与体验活动及成果应用，让学生在经过自己栽种作物后，对于食材有了更多的好奇心。此活动将课本知识与生活应用结合，使学生深刻体悟做中学的重要性。第三个案例
嘉义县阿里山来吉国小食农教育推广计划，除了活动本身以外，学生还撰写了家庭作业、联络部的生活札记等，将学习观念带回家庭与家长做分享。综上所述，以上三个营队范本为本团队企划发想的参考来源。从这些来源中，我们发想出我们的活动企划。我将对我们的企划流程进行简介。首先，我们设计了食品安全问卷，透过问卷，我们能了解学生们对食品安全认知的不足。接着，根据问卷结果找出问题所在，针对不同学校客制化分析，并与校方讨论结果，然后以问题作为出发，设计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最后，透过活动的前后侧问卷，检视活动成效，并修正其中的瑕疵，优化活动内容。以下是我们本次企划自我评估的优缺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优点有：透过客制化的方式，有效解决每间学校独有的问题，且因为是在一个解决模型的基础下去做调整，所以也能减少筹划的时间，并且考量学生对于知识吸收的意愿，我们课程设计多采用游戏的形式，让学生们更愿意也更容易去学习。当然，逐步优化课程内容也是使这个行动方案得以延续的关键。缺点的部分，若校方与家长不愿合作，又或是行政程序上的困难，可能导致在洽谈时出现障碍，使这个企划无法延续。而专业知识的成本会因为讲者在其领域的专精程度与声望，而使演讲费用提高，让整个活动的成本增加。我们很荣幸在3月31号与龙门国中合作举办食安教育体验营，这是当天的活动流程图，依序为前测问卷、食安讲座，接续着一系列的闯关活动，最后到后测问卷及颁奖。本活动皆遵循学校卫生法第16-20条规定。那为什么我们的活动会这样安排呢？其实都有其安排的意义。就来看看我们每个活动的设计理念。首先，当天的活动都是透过小队分组竞赛来进行，旨在塑造竞争意识，来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专注度，达到学习更好的效果。另外，还可以促进彼此的团队合作能力。在活动的前后，我们有施策问卷，主要想透过问卷量化分析来了解当天的活动成效，针对不足之处加以改善。当天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实力 Foodnext 林玉婷副总编辑来为我们演讲，主题：你知道你在吃什么吗？破解当今许多错误的迷思，并教导正确的饮食知识。讲座当中也穿插了不少动画，提升整体的趣味性。讲座结束后，接续着闯关活动，以游戏互动的方式，让学生从中学习，不仅提升活动趣味性，也缩短学生们与专业知识的距离。我们共设计了4关不同的游戏。第一关，卡普，为延伸讲座内容，本团队设计一连串的题目，透过小组竞赛和时间压力塑造的紧张气氛，使学生加倍专注，提高吸收能力，并在每题答题结束后做讲解，导正和教导同学一些饮食观念。第二关，营养精算师，教导学生 BMI 值的计算，来认识自己的身体和每日卡路里应摄取量。另外也介绍6大类营养，共60种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卡路里量，让学生可以正确的调控饮食，达到饮食均衡。第三关，食材纠察队，现场准备10多种日常常见食材，如牛奶、鸡蛋等，让学生透过触觉、嗅觉、味觉去判断食材的好坏，并讲解每道食物应该保存的方式，来达到预防性教育，避免误食坏掉的食物。第四关，挥别食物中毒5大口诀，透过比手画脚的方式，让学生比较趣味的情境下记住避免食物中毒的5大口诀。一整天的活动下来，成效如何呢？我们分别用量化和质化的方式来检视我们的活动成效。
前后卷的问卷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参与营队后，问卷答对率提升了 41.85%， 也就是说，有 60% 的学生矫正他们的错误观念。另外，在活动结束后，受到老师和学生不少肯定和赞许，老师也在事后于脸书发文分享当天的活动，并鼓励我们。学生也于联络部写下当天的活动心得，都是我们前进下去的一大动力。针对永续性的部分，本团队规划短中长期三个目标，也都有依序在努力当中。短期目标，本团队有创立脸书粉丝专页，记录和推广这半年来的点滴。那实力 Foodnext 也在其粉丝专页贴文分享当天的活动，希望透过新媒体推广本次的活动，让更多人看到。中期目标，本团队有投稿并刊登龙门国中校刊，让更多学生和老师看到当天的活动成果，希望校方重视并自主规划往后的相关营队活动。长期目标，本团队有递交陈请书到台北市教育局，点出当前食安教育不足的问题严重性，并附上本团队的建议和当天所举办的食安教育体验营成果。很高兴的，台北市教育局也在5月4号回复答道，希望留下本团队的联络资讯，以便日后更进一步的合作。另外，我们也计划在下学期创立食安营队社团，招募更多有志于改善食安教育的同学一起做出努力。经历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从最初的发放问卷至各大中小学，到回收几千份问卷并分析，最后实际在龙门国中举办食安教育体验营，唯有实地研究和访问后，才看到食安教育不足的问题，并非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本团队这半年所做的或许人微不足道，但在付出许多后，看到学生及老师的回馈，才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能力做出一些改变的。我们希望扮演的角色就如一块石头，投入一滩净水当中，所激起的涟漪散布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唯有每个人都开始重视，做出一点改变，社会才会更不一样。以上是本团队的分享，接下来会针对评审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谢谢。接下来由我来回答评审的问题。针对第一题，本方案所针对的食安风险具体为何？本方案所针对的食安风险是指因食安认知不足所衍生出来的风险，比如说食品保存不周、感官识别能力不足、每人每日营养摄取不足、食品中毒、迷思假资讯等所导致的风险。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本方案并没有要改变公共政策或法律，而是希望借由本团队的方案使学校卫生法真正落实在学校教育当中。至于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非正规教育市场的教育团体，借由本方案跟各学校合作，不仅开拓更大的市场，也解决了学校无力自行完成本方案提及的学生实战教育方法。至于希望政府能配合的规范是行政方面，制定相关的行政命令作为本方案的配套措施，而主要涉及的机关在中央市教育部、各县自治教育局以及各学校是主要涉及到的主管机关。第三题，如报告当中所述的桃园市政府举办的食安教育营，并未针对学习成果做出报告，而本团队的营队活动在活动前有释放问卷调查，依照学生答题情形做出客制化课程。活动后，本团队也利用后测问卷确认学生的学习情形，并利用数据量化分析，能够确认学生的学习成果，也能帮助下次的活动设计更加进步。下一题回复，所谓新媒体的实际主体为何？首先，新媒体的实际主体有两部分，一是本团队在脸书上建立的粉丝专页，二是食品相关的民间组织，例如本团队这次的合作对象是 Foodnext 实力杂志。再者，关于新媒体的内容正确性，例如本团队这次会与 Foodnext 实力杂志合作，是因为他们得过许多政府颁发的奖项，这是具有极高公信力的。而本团队借由脸书粉丝专页和校刊发表宣传，来节省媒体宣传经费。
第五题，如何制度性及维持实案教育体验营所需的人力、经费、品质？为了达到更佳的成果，本团队于缴交企划书之后，还是有在持续的为企划书做出改善，希望于下个学年度在学校成立专责举办实案教育体验营的在学社团，利用可以增加活动经历以及实案相关知识等诱因，招募有志于改善实案教育的同学们一起努力。在经费上，本团队希望能够与大学合作，申请大型活动经费的方式维持基本经费。同时，本团队期待能够与专责政府机构合作，促使政府补助相关经费。在品质上，本团队会将所有活动举办之相关细节以及流程制度化，建立一套 SOP 以维持一定的品质。至于讲师方面，本团队会邀请具有相关专业证照与在业界有一定程度公信力的相关单位讲师，来确保施教人员符合专业资格。此外，本团队会举办营前训练给所有协助举办以及策划活动的同学。在营前训练中，本团队会邀请相关讲师给同学们上课，并透过相关考核机制保证同学们具有一定实案知识。那要如何使中小学配合实施实案教育体验营，而又因为又是为何呢？许多学校如龙门国中都有致力于促进学生实案知识的想法，但因为没有经费、人力等相关资源，再加上实案教育知识因为被考试化，而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好。所以本团队的计划是利用有趣的活动方式来刺激学生学习，提供资源、提供人力、提供另一套可行方式。本团队认为这对于中小学而言会是一大诱因。另外，本团队尝试向教育主管机关提议，让有没有举办相关实战教育体验营成为校务评鉴之加分项目。若此提议可行，本团队认为这也会是一大诱因。接下来看到第七题，为了维护实案教育体验营的专业知识来源，本团队会与相关单位合作。为了让教育体验营达到一定的学习效果及品质，只由单一单位筹办可能会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所以由多方团体，像是实力、主妇联盟、校园搞飞机、大享食育协会等这些民间单位一同合作规划，甚至只是提供咨询的角色，都能带给学生很大的收获。以上是赛队2103的问题回答，谢谢。最后，台湾加油！拜拜。